在二月底的时候，中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，已经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合并牌照的建议，预计两年内可能成为现实。此言一出，就像滚油热锅崩进了水地，舆论为之沸腾。新能源牌照在内的政策走向，与千家万户的利益、全产业的利益都密切相关，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很正常。工信部官员的说法，前面属于常规表态，但稳定市场预期这句煞尾很有嚼头，似乎意有所指。新能源行业显然已成规模，近十年来，国家将其作为重点行业大力扶持，要钱给钱，要政策给政策，要行政审批给绿灯，终于做成全球最大的新能源市场。